Perfect guy, I can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up for life. So if hello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二，然后因为我等一下会要去一个拍摄，所以我今天早上 work from home。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很 random。就我昨天也去跟了一个拍摄，然后是在山上，我就被蚊子咬了。然后我真的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出来吗？今天它就肿起来了。我这个细皮嫩肉的人，所以我说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的人。我们最近忙完市集，然后就是回到我们正常的工作的轨道。我大概在20分钟就准备要出门了。哦，先给大家看这件呢，是 Mini Matters， 就是 MAC 它的品牌。出门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要带的 accessory。那我最近也有入了几个新的 accessory， 然后一样是 Ana Luisa 的。我之前选的都是比较简约一点的，像是这个，或是这个小花项链，还有一些比较 statement 的，像这个 choker， 还有这个绿色的戒指。然后我这次入的就是比较就是简单中带有一点浮夸。先给大家看戒指好了，这个戒指叫做 Camila， 它是这样子两层的波浪形，然后一个有一个没有 bling bling， 就是简单又有一点设计感。再来是耳环，这个叫做 Beauty Within Hoops，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它就有一朵小花。我会选这个呢，是因为我想要搭配我的小花项链，可以吗？我可以吗？我可以的。哦，可爱哦 ！Oh my god， 耳洞你在哪？大家觉得怎么样？再来最后是这个项链，然后它是我觉得最 artistic 的一个，它叫做 Lexi，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体造型，我觉得它戴起来的感觉很优雅，尤其搭配这样子的衣服，然后它就是会落在锁骨的中间，我觉得很好看。我现在有蛮多饰品都是来自 Ana Luisa 的，除了一方面我觉得在上面可以找到品质很不错，然后价格也算合理的 accessory 之外，他们在品牌的一些环保意识上面也是我自己会比较想要 support 的。从他们的包装你可以看到，他们寄来的时候就只是一个这样子小的纸盒，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们的饰品袋也是用这种质感很好的帆布来做的。我个人其实很 appreciate 品牌他们愿意在包装上面做到环保这件事情。另外 Ana Luisa 上面其实有很多不同风格的饰品，像是我之前挑过很简约的啦，很 statement 的啦，或者是像这些在简单中又多一点独特性的，我觉得大家在上面应该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虽然它不是真的最便宜的饰品，可是我觉得它的 quality 是对得起它的价钱的，因为我自己也买过可能差不多价位的，也是蛮有名的品牌，就送来的时候它已经就是那个颜色都开始掉了，我就有点失望。到目前为止我所有 Ana Luisa 的饰品都就是状态都还是很好，所以呀，我这边也有一个 10% off 的 promo code 给大家，那所有的 TNC 啦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好，现在时间差不多，我也准备好要出门去拍摄了。这是一个题外话啦，就是我今天下班之后呢约了要去做Yoga， 然后晚上再去上舞蹈课，所以我今天要带非常多的衣服。偏偏我今天来 period， 闷痛了一个早上啊。Peace。Tears for Alex。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厨要挑选食材的概念。哦，你是拿 Masa 的？对 ，Masa 我的偶像。我们现在工作完了，要来觅食了。你给你爹做粉食冰果，但系都好好食咯。系啊 ，OK 的。有一个中间有蛋的，冰果呢？打那个那个。哎，我其实有点想吃豚肉酱油烧。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像妹妹。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吃啊，其实。
爸爸视讯，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他在跟大家打招呼。爱你。然后我而家要帮你去冲一杯咖啡 coffee。想请问你想要啲咩 size 同埋咩味咧？L size 的，我想要喝那个 latte。哦，系系呢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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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yeah，I not sponsored again。Not sponsored， 但系呢个系，但系呢个系全个 office 最中意饮噶咯。我今天何德何能可以让 Witty 帮我冲咖啡？哇，好耐冇做过呢件事啦。Ooh. As 一个office barista， 拉着个花，哪里拉着个花？你影下。你说什么？Office barista 的功力只可以做到这样的。你讲解一下它是什么？暴风雨。Okay. 欸，海浪咯。看得到海浪，我想要听海浪。现在到底在哪里啊？东京哦，你不是才回去一个礼拜吗？我本来是一个礼拜，但是后来有 business trip 嘛，所以一个礼拜 business trip， 一个礼拜自己需要做的东西。我今天有一个任务要给你，你知道我每个月都要拍什么东西吗？在 Shark。你记得你上一次我们在 Nova Scotia 的时候，你有跟我一起拍过吗？一定不记得了，对不对？ Yeah. 你不记得，你是不是不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嗯，讲出它三个优点，我就给你算通过。Surfshark， you can VPN。VPN means 你可以在台湾就可以看在美国的电影片等等、oh, okay, okay. 本来看不到的东西。And then added privacy,、mm-hmm. right? Hacking prevention. 嗯哼，我考得太厉害了。OK， 请问我的 promo code 是什么？ Flimsy Sophia。No， 我的 promotional package 呢，就是用我的 promo code Clumsy 就可以有 83% off， 然后加上三个月免费。83% off or 83% of the price？ 83% off。哦，一起折。我会把所有的 info 放在 info box， 请你也去看一下 ，OK？OK？、Okay? Okay? 好吧。算你回答出来了，但你是不是还是没有看啊？No. 你如果不看我的影片，怎么会知道我的近况？我就问你啊。我今天来 period， 其实一整天都有点闷的，所以我现在想要来喝这个黑糖姜茶，但是是不是？姜其实不能晚上吃或喝啊，我也忘记了，但是没关系吧。这是我上次在南风沙场买的，它是一个在地的小农做的黑糖姜茶，就是这样子一颗一颗的。啊，我是很喜欢姜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的比例应该要加多少水，可能因为我不太是那种会经痛的人，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怎么体会过在生理期被人家照顾的感觉，因为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照顾的，想要装柔弱都没有办法的人啊。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突然就是经痛的很严重，是到我没办法走路的那种，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医院有带我去药局买药，也是挺贴心的。我哋準備緊中秋禮盒，
俾各大嘅客户同埋我哋長期合作嘅朋友嘅夥伴啦。希望大家收到可以欣賞一下。今年送創作者的禮物是一個天品的 coffee set。哦，兵荒馬亂。我發覺佢呢個原來係皮嚟，我而家體驗高層嘅生活。今天來做一點女工，然後下面的秋瑩也在做女工，加油！其实旁边这位也在做女工啊，哎呦 ，say hi。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class. Got trip, got swag, got class. Just roll another one, then puff, puff, pass. Pop the trunk, hit the brakes, stop the gas. When I'm sitting with my friends, it's all smiles and laughs. And I'm thinking that I'm drunk.今天要来染头发，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发根已经长出来了？然后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是去同一家 salon， 然后我最近看到 Serena 去的那一间感觉很不错，所以我今天就来试试看。然后这次来的是在 K11 的这个 hair corner， 因为我没有要漂头发，所以其实能够染的颜色也不多，就染出来应该都是咖啡色，但今天应该会染一个比较偏雾面的咖啡色。称赞一下，这位是 Anson。Hello。刚一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非常流利的普通话，我要给他一个掌声，非常难得。没有，已经很标准了。已经。我觉得你很棒。完成，谢谢你。Witty 回来的时候帮我买了一方，他要签名。好，这是谁啊？露露。昨天他不小心垮掉，所以我们他签一个名。今天穿的是一件非常飘逸的绿色衬衫，我看不到。我是 Crash Pig 的清洁姐姐。这个叫什么？叉。叉。如果你冇叉嘅话，你会点样？我冇叉嘅时候。我冇差用，你就有差用，你有差用，你而家有差用啦，我就冇差用，佢冇差用，系啊，我唔知讲佢，我扮嘢俾佢俾我。When the winter is bitter and cold, and the spring is yet to unfold,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因为我们在中秋之前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们那天都非常的忙碌，各散各散东西，拜拜，好，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中秋节快乐。Amargo y feroz, la primavera no sabe de vos, que tu corazón y tu alma permanezcan con su color.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You never know how many dreams I dreamed about you. And just all empty they all seem without you. So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